好，你先放。有说那个吗？有。好。那你们告诉他，我是说他的现金马上跟我和解，我就不告。就不告。对，现金。两万块可以吗？对，我们不建议这种，我们不建议这种事情。哦。所以你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提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现在旁边是资料清零，资料清零。快点，快点。